我会真心对待知勋，所以你为了你自己而活吧。我可以请您牵着我的手一起走进礼堂吗？伯父您总让我觉得我爸还活在您的身体里。小童，谢谢你愿意让我成为你真正的家人。把车恩童送到知勋身边就这么痛苦吗？重新跟我交往吧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危险的约定。